我还没有见婚之前，我每次有一次我去检验啊，因为我第一次我还没有想到要怀孕的时候，我来月经也是很不正常，我小便才有，我没有小便没有，但是我就去看医生，以前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很年轻，他讲这样子是比较难怀孕，但是他给我吃药说你要如果你想要怀孕你一定要吃药。 我是有尝试去测，那个时候，OK，到我生了第一个女儿过后，我多几个月我就子宫外孕，子宫外孕割掉我的一半的卵巢，割掉了卵巢之后，医生就跟我讲，你很难怀孕，因为你本身都很难怀孕，所以到差不多，因为我第子宫外孕开要开刀的嘛，所以我就等差不多我的大女儿一岁的时候，我又开始。 给他怀孕了，但这么多年不会怀孕，叫我就去看中医、看西医，每次都买那个验排卵棒来验，也是差不多要两年、一年多了，这样子我才每次要做，我用那个排卵棒验啊，有排卵，今晚做工，有排卵，今晚做工，<笑>然后医生跟我们讲。 讲什么我们都照follow他的那个，但是也是4年过后我才怀孕。然后到我生了第二个女儿过后，我完全没有避孕，每天都安全期，每天都不管他。哎，我吃了天地精华过后，3个月我怀孕了，但是我不懂我怀孕。有一天我跟我小姑是开侦查店，我就跟她做土拨圈，然后她的同事就跟我讲。 哎，二嫂，你的肚子很大嘞！我说叔叔，今天我肥很多。他就跟我讲，不是嘞，你的肚子好像怀孕这样子嘞。我就说，是嘞，我就很怕了，等会跟我先生讲，先生叫一婆去买一个乳液，再回去就验。哎，隔天我就验，哎，真的我怀孕了我就看医生，医生讲我已经有2个半月了。<笑>
生了咯，他就跟我讲，哦，你要洗掉你的 baby， 你的 baby 不能够用，因为你水流太大了， baby 太小了，他压住 baby， baby 不能够发达，不能够长大，所以叫我建议我洗掉我的 baby， 这么辛苦才有。我老公就跟我讲，不可以洗，不可以洗，吃天地精华，吃天地精华， OK， 就吃天地精华，早上四粒，晚上四粒，早上四粒，晚上四粒，吃八粒。两个星期过后，医生就叫我又再带回去看那个医生，医生跟我讲，哦，你可以保住 baby 了，那个瘤已经小了，剩两 cm 半罢了， OK， 剩两 cm 半， OK， 我们就保住那个 baby 了咯。到一个月我又再带回去，他说，哦，水流完全没有拉完了。保住 baby， 现在 baby 一出来， baby 是多么的健康。哎，跟你讲哦，怀孕的人一次 SME 真的是不一样的。你看，我跟你讲，我怀孕不是谁开心啊，我家婆家公最开心，因为我家婆家公有八个孙，他们有这个儿子九个孙，八个都是你的。我给他睡这样子的摇摇啊，这一张摇摇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在那边还在作业的时候啦，他可以这样摇啊摇摇摇摇摇摇，摇到整个跌到地上去，整个这样子摇摇摇摇。哎，我的孩子哭这么大声，跑去看，他已经掉在地上了。现在他才三个月，我给他睡直，等一下明天睡醒，他已经是这样子了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吃天地精华真的很棒，因为我很厉害吃保健的。我第一胎我的大女儿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怎样吃吗？早上睡醒20粒，晚上20粒，但是我的孩子出来都没有他这么厉害，摇啊摇啊摇不见了，在下面。真的，我第二胎的时候，哈，还有我，因为他们说介绍我是一种维他命，第一胎的时候维他命一吃了，孩子出来不会黄的。我就第一胎我就生出来就黄了，知道吗？我就问医生，做梦会黄，因为我有吃维他命，他们说吃了这个维他命孩子不会黄。他就跟我讲，因为有时黄不是你们吃的东西，是因为我跟我先生的血型配合出来会黄，所以你如果是这种问题，你接下去每个孩子都会黄。这样我就 OK， 第一个我生出来是黄的，第二个我生出来我吃另外一个孩子的维他命的也是黄，但是我生他没有黄，连这一样的血型都奇怪的啦。因为医生也是跟我讲一定会黄，因为我是有吃维他命给我孩子不会黄，但是会黄，所以这个不会黄是不是 SND 啊？所以他是不是很棒啊？所以你们每个都要吃 SND， 有什么问题 SND 就好了，有什么问题 SND 就对了。有谁不能怀孕的 SND？ 还有好，我跟你们讲好，我后面那个客厅老板娘，她我一怀疑我，她跟她讲，哎，我怀疑了嘞。他跟我讲，是妹是妹，我的妹妹哦，也是子宫外孕六年了嘞，各处六年不能够怀孕的嘞。我就讲，吃吃吃，两个婆一起吃，